赵市长，刚才省政府办公厅来电话，说是两位国务院退下来的老同志要从海南飞过来，要在我们靖州停一天，休息一下。关省长希望我们市委市政府接待一下。啊，海南的飞机下午4点钟到。周主任汇报的虽然就只是一个礼尚往来的问题，但因为牵扯到上级领导，哪怕是退休以后的上级领导，这个问题也就变得非常敏感，非常关键。所以周主任就必须保证这次汇报的信息关键点，谁来，什么时候来，怎么来，待多久，谁给的通知，谁下的指示。你汇报的信息越多，就越便于领导给出正确的判断和指示，但如果汇报的无用信息过多，反倒会对领导的决策造成负面影响。所以汇报是一门艺术，是语言艺术、思维能力和重点抓取能力的集中体现。汇报语言不能过于繁琐，领导会烦，更不能过于简单，否则就会失去汇报的具体意义。知道了，你就按关省长的指示办，你到机场去把人接来，让办事处呢准备宴请啊，我出面陪陪，好吧？现在正是敏感时期，市政府那边你也要打个招呼。好，好。齐书记，看能不能出面陪陪这两位老同志，由他自己看，好吗？好，我马上给齐书记打电话。针对这个汇报，赵市长给出了常规性安排，关键在于他对这个情况的额外处理。上级领导路过靖州，赵市长为何不打算瞒着齐书记？原因赵市长已经说了，现在正是敏感时期，任何一次工作上的失误或者通知上的疏忽，都会让齐书记多想，甚至造成一二把手之间的正面冲突。更何况这是体制内最为在乎的迎来送来，万一耽误了，哪怕是招待不周，都会对自己造成极坏的影响。这种影响虽然不能让你立马丢掉官职，但就怕人传人话传话，等到你不敬领导不尊上级的负面形象彻底坐实，你的政治生命就基本可以宣告终结了。我想齐书记不会来，您看这个时候齐书记哪有时间搞这种应酬。陪不陪是一回事，我们打不打招呼是另外一回事。秘书切忌多言，切忌影响领导的决策方向和决策态度。如果事情办得漂亮还则罢了，可如果事情一旦办砸，你将会是第一个出气筒，甚至会被推到最前面充当挡箭牌。只可惜赵市长的秘书永远不懂这个道理，甚至还在齐书记突然消失以后认认真真充当了一次负面教材，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什么叫猪一样的队友，什么叫摆不正自己的位置，认不清自己的角色。无论是影视作品还是现实世界，堂市委书记突然联系不上都是一件大事，更何况此时的靖州局面还如此紧张，齐全胜身上的问题还尚未查清，他的突然消失必定会让人往潜逃甚至是畏罪自杀方面联想。好在齐全胜并非失联，而是有着另外的行程安排。赵市长，有人在机场看到他的司机还有他的车，我让机场帮忙查了一下，查到齐书记和李其昌的登记记录，他们去了北京。怪不得这么神秘，原来他是去北京找陈百川同志告状去了。这也是合情合理的事啊，您说这个时候他不找陈百川能找谁呀？小廖，一定要保密。赵市长您放心，关键的时候我不会坏您的事的。什么坏事不坏事啊，你不能瞎说嘛。不光是秘书还是下属，切忌和领导套近乎，更不要盲目将自己和领导绑在一条战线上。原因很简单，这样的事情，这样的态度，只能领导主动给。认清自己的角色，摆正自己的位置，这两句话绝不能简单说说，一定要牢牢记在心里，要时时处处提醒自己。领导的这条战船，你能不能上，有没有资格上，会不会上，都是领导应该考虑的问题。你只需要亮明态度，表明站位就行，剩下的确认问题和你没有任何关系。更何况，嘴上表达的忠心毫无意义，忠心只能通过实际行动表现。另外，不管你和领导如何亲近，都不要轻易参与到班长成员之间的斗争，这些人都是吃人不吐骨头的狠角，都懂得如何借力打力，更知道如何借刀杀人。但事情一旦失控，或者冲突一旦表面化正面化，你就会成为领导之间换取和平的牺牲，到时候你连自己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所以说还是那句话，认清自己的角色，管住自己的嘴巴，你只需要听命就行。奈何秘书竟然认为这是自己上位的宝贵机会，非但没有立马闭嘴，反倒越权给出了建议。我瞎想无关紧要啊，关键是您得行动。行动啊，小刘，你说说看，我应该是怎么样行动啊？
找啊，找的全世界都知道这事儿。小刘，你太过于聪明了。可以给领导建议，但一定不要替领导出主意，更不要替领导做主。秘书为什么建议赵市长满世界寻找齐全生，将齐全生消失的消息泄露出去，刻意制造负面舆论，传播到靖州的官场，传播到靖州的社会层面，乃至传播到上级领导层。总之目的只有一个，不等齐全胜从北京回来，就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齐全胜畏罪潜逃了，就让齐全胜不罪而罪，不亡而亡。赵市长到底着急了，竟然听信了秘书如此幼稚的建议，竟然一个市长的身份努力弄浑了靖州的这潭水。同志们，今天这个会恐怕只能到这里了，至于汇报的问题只能安排在下一次了，好吗？齐书记不见了，到处找不着。靖州市目前的情况大家都很清楚，非常复杂，如果万一出了什么意外，我这个当市长的恐怕负不起这个责任。我强调一下，关于齐书记失踪的情况大家一定要保密。散会。故作聪明的人都有一个共性，那就是善使欲盖弥彰这套戏码。很明显，赵市长就是故意放出这个消息，就是故意想让这个消息疯狂发酵，并造成恶劣影响，恶劣到能够影响上级领导对齐全胜的处理决定。职场、官场、生意场，资源很重要，信息更重要，这种消息怎么可能实现保密？喂，刘局吗？对，是我。哎，是我呀，知道吗？出大事儿了。出什么事儿了？齐书记突然失踪了。是吗？对呀，就是刚才的事儿。注意通话的两人级别不低，职务不小，齐书记失踪的消息就这样迅速传播开来。只是对于这种传播速度，赵市长仍不满意，他还要以实际行动支持这个消息的传播速度。人都到齐了吗？两个办公厅的同志都到齐了，周市长马上就过来。找周市长干什么？啊？作为一个副市长，难道也应该扔下工作去找人吗？他应该在工作岗位上，该干什么干什么啊，不能影响正常的工作。办公厅是干嘛的？执行任务的主力军，传播消息的中坚力量。更关键的是，这两个部门拥有绝对的权威性和可信度，从他们嘴里传出来的消息就是实锤，才能彻底坐实齐全胜的失踪。我们再来注意赵市长的语言艺术。同志们，我们今天要召开一个临时的碰头会，这个有个情况我要向大家通报一下，齐书记突然联系不上了，现在市委市政府有很多重要的工作进行不下去了，在座的同志们谁能知道齐书记的去向，谁能够跟齐书记取得联系？难道两个办公厅的同志们都不知道齐书记的下落吗？赵市长清楚传播这种消息的负面影响，更清楚齐全胜回来以后会如何处理这种刻意陷害自己的行为，所以赵市长总算聪明了一把，总算想着给自己留了一条后路。赵市长在这个碰头会上公然问及齐书记的行踪，虽然目的就是为了宣布，但却有着充足的理由，因为办公厅最应该清楚领导同志的具体行程安排，有了这个前提支撑，赵市长就能随意发挥，肆意传播。只是光宣布了消息还不行，赵市长还必须将齐全胜失踪的原因暗示出来，以便办公厅的工作人员能够更为精准地散播消息。我们来看赵市长的交代。我们靖州市目前的情况是非常非常复杂的，两个常委和十几个县处级干部被批捕，还牵扯到我们个别领导同志的家属，所以呢，当我们找齐书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保密，既要把齐书记找到，又要避免社会上的副作用。谁要是泄露出去，谁要引起社会上的混乱，谁就要负政治责任。啥意思？就差直接说明了，就差直接道明齐全胜失踪的原因就是潜逃或者畏罪了。世上最恶毒的行为就是打着为你好的旗号干尽伤害你的事情，最毒妇人心在赵市长身上展现得淋漓尽致。只是赵市长到底低估了齐全胜后台的强大威力，更低估了齐全胜的政治智慧。二把手悍然挑战一把手，并最终被狠狠打脸的经典戏码仍在继续。